今天这个小帮手真的来得有点蛮晚的，而且他真的是来吃午餐的。我待会一定好好跟他聊聊。应该真的很大哦，而且很资深，是不是？会不会真的是美人节啊？哎，康克，今天这个小帮手真的是来吃饭的。哎呀，不然呢？他如果今天没有什么贡献的话，怎么样？你要教训他吗？我跟你讲，你最好敢跳出来了。我一定跳出来的，每次都嘛是我跳出来，我每次你一句话啊，我每次都嘛是躺枪那一个人。哇，你说的哦。小帮手来了，你带店长，你先去。Oh my god！这真的是欢迎光临，来吃饭了吗？这个欢迎光临，这个大咖，这个没有办法请他做什么事吧？全真姐好，全真姐好 ，Hello， 全真姐好，女神级的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鬼鬼，你好可爱啊。你搞怕呀？你说是中午来吃饭的啊？姐姐，你是来赶来吃饭的，对不对？先来一杯 whisky 好不好？ whisky 倒好了，这边请。对对对，虽然这样的程序应该是对的。今天这个小帮手真的来得有点蛮晚的，而且他真的是来吃午餐的。他如果今天没有什么贡献的话，怎么样？你要教训他吗？我跟你讲，你最好敢跳出来了。我每次都嘛是躺枪那一个人。上次你是要骂他吗？我有，待会。待会，怎么是全真姐？全真姐，你回来了。我今天回来就是我本来想说。当工作人员，有书画的工作人员，恭喜恭喜，给大家喝，恭喜！那只要喝咖啡吗？先来一杯。哇，这是什么？喝酒？为什么？好，茶。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，欢迎。真的可以。真的吗？我真的是客人吗？是客人。可是我听说今天好像有人想要找一个帅哥做小帮手，是吗？是我？他吧？是你啊？没有，又婷，没有啦，那个又婷已经来了。哦，你不要勉强，你不要勉强。不用勉强。他是男孩。对，男孩。小男孩。那有他就够了啦，有他就够了。那不一样，他是每天都在嘛。对，我们新鲜感不足。叶姐。好大声，好大声。不敢当，不要叫我姐。好大声。康哥。欢迎。我们这样好虚伪。不会，但你们是熟识的朋友吗？这是很重要。非常，那不用。这是两三年。两三年，对。我们很年轻就认识，现在才认识两三年，那就是二三十年，但是现在好了，可以喽。对不起，你这个女人。